我看在这里哦，他说再加 cos 三分之一 ，sec 加上 cos 怎么算？来，我一再强调，只要靠再加 cos、再减 cos， 请马上把结案平方，平方之后先把谁算出来？再乘 cos 行不行？你说老师，题目求 sec 加 cos 一样，你就是先把再乘 cos 算出来，这样可不可以？可以哈，来告诉我哈，马上把再加 cos 几次？两次，好不好？再加 cos 两次等于一加上两倍再乘 cos， 把它带进去，九分之一等于一加上两倍再乘 cos， 把一移过去好不好？所以两倍再乘 cos 负的九分之八，所以再乘 cos 是负的九分之四，这样行不行？写到这边是第二个，你们要求多少？求 sec 加上 cos。sec 怎么算？回答我 ，sec 是谁导数 ？cos， 他写 cos 分之一。cos 是谁导数 ？sin， 他可以写 sin 分之一，这样行不行？如果分数相加，可不可以通分？可以，用几通？用 sin 乘 cos 来通，好不好？这时候你观察一下，分母多分子多 sin， 分母多 cos 分子多 cos， 写到这边时。分母有没有一样？有，把分子相加，之后把它带进去，告诉我 sin 加 cos 是几？三分之一。sin 乘 cos 是几？负的九分之四，这样行不行？所以说，提到三分之一，把除了乘负的九分之四，负的四分之九，约分约要负的四分之三，这样可不可以？可以哈，把这边看一下 ，OK。